我是林优诺，大家都叫乌诺。你没听错，就是乌诺卡牌的那个乌诺。我天生脾气好，因此从小就是个软包子，任人摆布。八点了，去叫宝贝啊！李亚，中文昨天没有接我电话，又不回我 message， 你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你先别生气。昨天是我们在一起一个礼拜纪念日，你竟然忘记掉？不是，你听我解释，我昨天在做我的 assignment。不要假假啦，你平时又不看你这样努力，早不做晚不做，偏偏在我们纪念日的时候你才来做。你昨晚一定是在打游戏，看你黑眼圈这样子，我就知道了。你可以学一下人家的口译男朋友吗？人家才在一起一个礼拜吧，就带口译去吃 omakase， 送来 Chanel 香水。你呢，整天只会带我吃妈妈，吃妈妈。我都不知道你是喜欢妈妈店里面啊，你还是喜欢我啊？不是不是，我下次不会忘记了啊。下次，每次讲你都会只会讲下次。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很累啊，我觉得我们不适合。你先别生气，我下次一定会记得。我今天晚上那一次去吃你最喜欢的烤肉跟买奶茶给你 ，OK 吗？这样还差不多。开车啦，慢吞吞迟到了啊！在一起一个星期吧，我就没那么生气。跟个叉烧在一起都好过跟你呀、啊。Uno, can you just find a place and sit? You have been late for 30 minutes and you are still interrupting the whole class. Just find a seat lah, Uno. 哎，坐下啦，坐下啦。Okay, class, let's take a break. 哎 ，Uno， 我们班 Catriel 生日嘞，一个人给25块，我们要赶钱买生日礼物给他，你有带吗？要问一下，这个 Catherine 是谁啊？我很像不认识他。哦，他是我们这个 Sam 新来的同学啦，不用紧啦，过后也会认识啦。你先给我先啦，我们等下买礼物给他哦。我看一下，我只有一张五十，你可以现在找我吗？因为等下要买午餐啊。哎，你有50啊？你帮我出这些啊，我下次还你。可是等下要去买午餐呢，而且你上次买饭的钱还没有还我够。哎呀，上次是上次吗？这次是这次。你这次帮我出这钱啊，我下次还你。我们是同班同学嘛，我不会跑路的。哎呀，这样有50块是不是？我拿走先了。OK OK。林总，你放学的事情做了？没有啊，然后放学就直接回家了。哇，很好，我家老板叫我临时加班，说我真的没时间做了什么，你可以帮我做吗？可是我今晚答应我的女朋友去吃东西哦。哇，有女朋友等下有咯，你不要忘记了，做了什么都是我跟你一组的，我要帮你找队友。我现在叫你做，只是刚好而已，你不懂吗？给你一些还人情啊。只管这样子，以后就不知道了，你怎样了？这样就这个身份而已。啊，对了对了 ，OK， 拜拜，谢谢你啊，再见了。他不是做过吗？去唱 K 啊！头很痛啊，怎么？
什么状况啊？哎，梁清人啊，你这个状况大概危急了。医生，这个才是我的方法。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这个状况大概为期要多久啊？为什么现在才来医院做检查？大概两三个月，然后以为是普通头痛，睡觉就好。哎呀，年轻人，你这个不是普通的头痛呢，是脑瘤来哦。什么东西？我才20岁。不是普通的头痛呗？更详细的状况我们还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知道，啊，只能说你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啊，要把握剩下的时间，知道吗？我只能尽力去帮你啊，年轻人。谢谢医生。阳光刚好上，难道我的人生就只能这样草草结束吗？为什么所有不幸的事都发生在我身上？钥匙给你，什么是我是他？你 skip 掉我了，我 reverse 你，我 not reverse。跟个草草在一起都好过跟你。你这次帮我出这钱呐，我下次还你。我是同班同学吗？我不会跑路的。哇，你的女朋友等下来了，你不要忘记，如果三分都是我跟你一组的，我要帮你找队友。我现在教你做，只是刚好而已。我决定了，我要用我剩下时间来逆转我的优诺人生。Young boss, young boss.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 both undefeated. Young boss, young boss. We did it, we did it. 出门总 swag out, shining for the better. Young boss, young boss. We did it, we did it.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 both undefeated. Young boss, young boss. We did it.出门总 swag out, shining for the banner. Young boss, young boss, young boss. 上面跟着左膀右臂，给的风口不会让我兄弟受气。不摸小气。看看领哪来些的笑笑笑笑，领哪来些的。我不是讲过这样我只可以听被拼的歌吗？还有这么你穿的这样，我不是讲过我不喜欢你穿的这样啊？而且我讲过我今天有小考，为什么那么迟来？我想要穿我没穿过衣服，不可以是吗？你这样子穿，我去外面我都不好意思讲你是我男朋友，你知道吗？很丢脸，你知道吗？怎么你每天都要惹我生气啊？你每天讲你会改，你会改，改来改去还是这个死鬼样子。你以为我很喜欢讲你是吗？我每次讲你是为你好啊，因为我爱你啊。你每天想要解决问题，可是你只会宝贝 sorry 宝贝 sorry， 然后还是犯同样的错。你可以看看人家 Sherry 的男朋友嘛，人家什么都不用讲都会说啊。你看看你自己，根本没有尿吗？你整天直接拿我跟其他男生比，你这样喜欢比去做他们女朋友啦。而且我每天载你去学校不懂感恩就算了，现在我穿什么你都要管，我都不讲你啊。每天从头到脚只会粉跟黑，粉跟黑，自己 blackpink 啊， blackpink 就有啦，你们就不合适啊，分手给我下车。什么话什么话什么话，人话啦，听不懂是吗？要跟你讲印度话是吗？赢了不能拿，给我下车。你这样啊，这样讲我们分手分手。知道错了是吗？买一个 Apple 给他当成礼物，一个人
整天搞搞搞，你们以为是泰国人呗？这个生日要搞钱，那个生日要搞钱，以为钱从天上飞下来了这样好赚？你怎么全部人都同意了的？你们同意等于我同意呗？你们同意去吃那边，我也要跟着去吃嘛，这样我叫你们去吃那边去啦。而且 Adrian 是哪条水，我根本又不认识他，你们要买礼物自己去买啦，你们 ATM 没进啦。你怎么这样凶？不给就不给啦，哟。是咯是咯，还有你什么时候还钱？你有脸借钱没有脸还钱啊？还钱！I want to ask why there's only Uno's name when you're coming outside.Because I'm the only one who is doing it. These people don't reply to my message. They either see me or just say as soon as possible. As lastly, even until the assignment due date, still cannot even squeeze a word. Miss, if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can ask them. I guarantee they don't even know what has been written in the assignment. Okay, you two. Tell me what's the report about. Then you say you write it.But you can't answer me right now. My class does not leave anyone either. If you don't want to do the assignment that I assigned, I'll just fail you. Uno, 这个我做了 assignment, 不知道他有没有分数吗？我那天有时间唱 K, 没有时间去做 assignment 啊。那这样子嘞，我做完工，老板就是应酬嘛。老板都叫了，我不可能不去。换作是你，你是会去的吗？将心比心一下啦。就跟 Miss Teo 这样讲喽，看来跟你将心比心嘛，然后看来给你老板脸没有，拜拜，我先走了。喂喂，不要玩嘞 ，Bro， 喂，放我啦！所以我觉得你很有做模特的潜质哎，这是我明天，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记得联系我。OK OK。你好，你好，再来。哇，你好，来再来。这个波。你好，你好，再来。来，很好，谢谢你。今天拍摄很顺利，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当模特，我很开心。哎呀，毕竟人生就是要勇于尝试，勇于挑战嘛。人生无常，我们不懂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过一天是一天，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天。好，谢谢你的鼓励。I'm sorry， 你想攀岩吗？我们在格尼帕扎第七楼，如果你要攀岩，我在等你哦。OK， 好 ，Thank you。
Hello， 请问哪位？医生，请问是我详细报告处啊吗？啊，好的。嗯，医生，这个是我那个女的报告处啊哈。还有，你要讲今天你整个白灯啊，看起来很不错啊。哎呀，其实跟你讲，我平时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好的。你上个礼拜看到的其实是我双胞胎弟弟，他是住隔壁的精神病院的，他有时候会跑过来玩，所以应该是他拿错 report 给你哦。所以今天主要叫你来咧，是要跟你讲你真正的 report 是什么。根据这个 report 咧，你是没有得到脑瘤。是，我是健康啊。不要讲几些，不过这个 report 显示你现在得到的是睾丸癌，所以要马上进行切除手术。不要笑，不要笑！蛋糕还要啃。那你专心比心吧。东姐，关姐，关姐，关姐，继续，继续。床拉不下来。好容易出去。